饭店一室过拢是监视器，警察无人去调出来看着伊。茉莉，这件代志我会当解释。其实。妈，你咧咧创啥？你那衬衫好穿无？应该是袂歹啦，我看你真介意嘛。啊，若无那遐尔着急，穿这那衬衫要诱拐我的后生，你实在是有够袂见笑。是，妈，这毋是雪晴的毋对，我会当甲你解释。为啥好解释？事实拢已经摆在眼前啦，高俊生，无论即马是安怎，你明明知影，我一世人上万分的就是小三。你煞有够万里，逐天把家己的母仔放伫厝内唔管，走来饭店开房间，甲这袂计小的查某困做伙，无论是哪个歹去啊，笑。笑。无。王雪晴，我的今晚到底是该上浙大，下下苦苦，都讲家家是你上好的姊妹啊！我，个人，输得啊，煞抢伊的红线，甲伊的红线困做伙，哼，你唔通袂记得哦。当初你去用油甲挂出来的时阵，你遐尔浪去，遐尔浪费，是啥小刘你的？是刘家家，结果。你唔若无感激，你去暴恩背义，抢伊个红线，我就来跟一世人，洗目睭从来唔捌看过像你这样白见笑，抢家己好姊妹换红线的查某，你就是安尼报答伊的心。我是廖哥。妈，你可袂当小冷静嘞！这不是雪晴，你唔对，伊是无辜的。天下所有小三，哪会讲家己是无辜的？伊哪会讲？伊是一时无法度控制家己的感情，才会抢别人的红线。啊，不过世界遐尼宽，天下的查甫人遐尼多，谁来伊别人唔爱，偏偏要爱伊家己好姊妹麻烦啊？这敢叫做无辜？这叫做下贱。妈，你莫安尼讲雪晴好不好？你嘛知影，我伫咧顾家拢真无快乐，连我家己的婚姻嘛是为着顾家的利益。就是因为雪晴，我才有法度去重新感受着什么是快乐，是一个查甫人的尊严。雪晴，这几年跟着我的幸福比无名无分，已经真委屈了，拜托你。你莫为难伊好无？高俊生，你敢知你即爿讲啥？你是去食到这只狐狸，才会犯我罪啊？是？但是去当你唔知影分清楚，佮伊伫咧替伊求情，你敢无感觉你即爿所讲的话，佮当初林爸爸要替王玉华求情的时阵所讲的话，拢一模一样？当初你嘛是反对王玉华入门的啊，敢毋是？你即爿安尼说？这个是你家己咧说家己的嘴巴，你知影无？我好，别再讲。你敢那是我唔知就准拄煞，既然我已经知影，我就无可能允准恁两个做伙。这是甲我分手，还有黄雪晴，为明仔载开始，我唔准你再来富贵饭店上班，有听到无？没有诶，雪晴，伊即马是我事业上上重要的助手。我无可能无伊。茉莉，我知我对不起佳佳，我一定想办法弥补。请你别怪我，知道吗？我咧跟阮后生讲话，敢有你插嘴一滴？啊！妈，我自细汉就排着你甲爸爸对我的期待。我想看来看，拢无人知影。对啊，你一个人孤孤单单行到今嘛，我真不简单拄到一个完全了解我、愿意体贴我的人。
我无可能放手，我嘛袂放手。你即嘛是咧讲啥？你较清楚好唔好？我看你根本就是爱情，甲你袂嫁拢唔知啦，和你袂嫁你家己死。卡叔讲咧，伫外口有查某的代志，若是去发现，唔然你即嘛董事长的位置坐袂住，就连股价、规个富贵集团的名声，拢会和你拖累着。敢讲你真正要为着一个连优秀还拢歹滴的查某，放弃你这尔辛苦才得到的江山？我即马是董事长，所有权利拢在我的手里，无任何人会当命令我留守这个位置。干嘛呢？你敢有想过佳佳的心情？当初伊为着要跟你结婚，甲顺风去呀。30%的股份给你，唔然安尼，伊阁甲你斗三工，替你开公司，伊阁是养生医疗中心的董事。若是让伊知影你外口有查某，闹到要甲你离婚，伊若是甲所有的资金、所有的股份拢抽提，高俊贤，你敢知影这代表啥？乌龟集团。也马上失去一半以上资金的原则，董事会嘛有可能会一波性质票，阿平我一个董事长，袂歹嘛。你总算是恢复你淡薄仔理智，我甲恁爸爸辛苦半世人所爬落的江山，还阁有你一路忍气吞声，才得到这个董事长的位。那是为着这查某拢总乌有去，你敢会甘愿？啊！全山，我无对你安尼负责，你妈讲了对，我无应该相信你的爱，是我错。你搞啥袂？你即马讲这虚情假意的话，之前我著听王玉华伊讲遮多啊！你莫假装讲我唔知影，你讲这不过是咧假可怜，想要得到阮俊贤的同情，对你放袂落心。卡叔讲，你的爱若真正遐尔伟大，你若真正遐尔爱阮俊贤，那你应该把你的嘴闭起来，点点啊离开伊。家己好好去忏悔，你家己所犯的错误，有听到无？妈，你明明知我根本就无爱佳佳，我对伊只有责任无爱情，为什么？我今麦真无简单。才拄到一个想要牵手一世人的人，我你有甚物唔对？所以，你即马讲这个话的意思是，就算讲佳佳伊要跟你拆化面，要跟你离婚，你也要跟这个查某做伙就对啊，是安怎？是安怎？你爸母？你现在到底是在创啥？你真正要为着这个查某，为着这个未结婚的查某，放弃你家己的婚姻心？我今麦干来知影，我需要雪晴，雪晴伊嘛需要我。不管你要安怎阻挡我，要安怎反对，我拢有办法会当跟你对抗。我绝对袂告辞，当属对这个位。
你竟然连你妈妈的口供你都听不落去，是你逼我做这一款的决定的。虽然你是我的妈妈，你嘛不应该你先去学校来糟蹋伊。这是什么天理？不但我的翁婿。 拖累了我的后生，嘛为着这个小三来勾结我来反抗我，我就来给这世人，单单让我这小三来糟蹋。老哥，你嘛真清楚，我甲雪晴的关系，让小姐才知影，会甲咱哥哥带来真大危机。但你敢真正甲要决定，甲姐姐工作，我甲雪晴的关系？ 所以，你起码是咧威胁我，啊！我替恁两个人暗卡，哼，免做梦啊！安尼好，我即马就带雪晴这位回去，大家听破平，甲代志拢讲袂清楚。明仔载我就甲佳佳离婚。 伊要抽筋骨也好，要孤咱哥哥也好，非得咱两爹咧扛一只船。妈，你敢讲伊卖出筋筋，看到恁哥哥这只大船沉落去？你，我可能俊生因为因妈怕大，要甲我分手。想袂到，俊生比我更加知影要安怎对付因妈，真正是足好诶。 周丽君的王牌已经给俊生得势啊！真好，你不愧是我周丽君所嫁出来好囝，在我上重视的，都是富贵集团的身世。 竟然用富贵集团来污蔑来抢夺我！哼，好你家就是好你家，安怎？在阮俊生即马徛你这边，有俊生头壳，你好你妹就甩出来，我甲你哭。 我邱丽君这世人上讨厌，都是残求你这关，会抢人后生的小三。我真正看到你的想法，你们怀疑了小三，这就是我的后生，我总有一天一定会找到机会对付你。你这世人绝对免受，变成第一的王玉华，大家要公开大门。 你紧当去，你莫等你妈做对，我无得你安尼现身，你紧当去。刷出去啊！我妈早就会知影，为着我甲姐姐，阮的婚姻只是纸面，我早就无想要挃啊！想袂到我妈妈竟然下这么重的手，袂想袂过来。 这世人，我无法度安尼保护过，竟然为着我，愿意放弃你的江山。你放心，这世人只要你不放手，受过我大的委屈，我都会跟你做伙。你别烦恼。 真了解我妈妈的个性，伊讲遐话啊，当真是咧吓惊你，迄件我袂当。我是富贵集团的董事长，我若是无，我都无我心爱的人，我有啥物资格讲我爱你？俊生，有你一句话。
我这世人爱你就有价值啦。不过现在最重要的，你要赶紧回去，安大好姐姐，别让伊气坏伊。这阵啊，你就乖乖回去做伊的好后生，别当你妈放下对我的戒心。你今天是受这委屈，我会放心放下。